前年七二一元朗襲擊，八個白衣人被控暴動嘅案件開審，其中兩個人承認暴動，其餘被告就唔認罪。邱慧儀報導。首被告黃志榮、黃英傑、鄧懷森、吳偉南獲准繼續保釋離開區域法院，他哋同鄧英斌、蔡立基否認暴動同傷人罪。其余两个被告林官良和林启明就承认暴动罪，另一项有意图疑伤人罪留在法庭存档。案情提到前年7月16号有反修例示威者在元朗和相反意见人士冲突，之后有人呼吁保卫家园，将示威者赶出元朗。到7月1当晚，先有10个白衫人在元朗西铁站袭击黑衫人，他们之后召来更多白衫人在站内和黑衫人互相指骂，挥动木棍和藤条施袭，包括一个记者。黑衫人就用消防喉射水和喷灭火喷雾，有不少过50个白衫人上到月台和车厢袭击乘客，包括林官良和林启明。11个证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，两个被告继续还押，等审讯完结后处理求情和判刑。至於不認罪的被告，案件星期二繼續，預計會傳召24個證人，主要是傷者和警員。有線電視記者邱慧儀報導。